听到了。来，给我。哎。喂，啊，你赶快睡吧。那你这么晚干嘛去啊？急事儿。随便坐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那不用了。证据到手了吗？刘芳，刘芳他是个混蛋。他发现你了。把我玩腻了，现在要把我甩掉。小静，咱坐下来好好说啊。我不放。你听话，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我也无靠的，就像回到了十年前一样，还是刘芳，是他把我害成这样。服务员，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夹克，大概1.8米的那个男人过去？1.8米的男人啊。那个是什么人呢？啊，那是我老公。你说大半夜的，我们俩吵架了，他非要出来住。你说我这做老婆的，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外面吧？嗯，刚才好像是有一个1.8米的男人问过我，5057的房间在哪？5057？对，嗯，那边。哎，谢谢你啊。
你别过来，你别碰我，你走开。这么晚你们来干嘛呀？哦，我们是请田队回局里的。刚接到吴小晶报案，控告田队意图强奸，事后冯局指派叫田队回去接受调查。嗯，这事儿也不归你们管呢，应该是纪委督察的人来办，你们来。督察的人在楼下了。他们调查清楚了吗？我们家老田什么样的人你们不知道吗？我跟他过了二十几年了，我最清楚，这事他能干得出来吗？冷静冷静，我们也不相信。对，这是个精心设计的阴谋，连傻子都能看得出来，你们看不出来？我说什么？你说
夫君。啊，这是刚刚有人匿名寄过来的，你看看吧。你怎么一下子给我捅这么大个娄子？有了这些照片，就更能说明问题了。有一天，他约见我，说是有情况向我汇报。我去了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却留下了这些照片。这说明，在我们约见的地点附近，早就埋伏了人。而我呢，因为洪志祥和刘放的案件，我又不得不去见他。因为白天他什么都没说，晚上他又约见了我，所以我必须要得到一些情况，就去了。这一去，我成了强奸犯了。冯姐，你说这是我色迷心窍呢，还是有阴谋设计？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有什么理由？我猜一定是刘放在幕后指使。证据呢？现在吴小静的证词和宾馆走廊监控录像里的影像对你都很不利，再加上这几张照片，吴小静就一味地咬定了是你在利用他，仗着你救过他的命，对他有恩。从去年你开始再一次见到他以后，就开始打他的主意了，还买了些香水送给他，诱惑他，图谋不轨。我现在还能说什么？我只想说，我田鹏是您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，我是什么人，您不知道吗？我老婆现在怎么样？在接待室等消息呢。彭老师，嫂子，你要小心听指对的人品。有时候哪怕是我们亲眼看到的，也会有我们看不到的隐情。妈，我相信我爸不是这种人，不是他的一贯做派吗？
花的时候，宾馆走廊的光线很暗，吴小晶把田队让进屋。大家注意地毯颜色的变化，田队进门以后，走廊的地毯颜色变深，紧接着就一块变浅，那这就说明宾馆房间的门被里边的人推开一条小缝。这种颜色的变化一直持续到吴小晶冲出房门，也就是说田队进入5059号房间之后，门是一直开着，一直到吴小晶冲出房门，门也是开着的。咱们根据这个画面，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，田队进入5059号房间出于职业的习惯和某种考虑，顺手把门推开一条小缝。如果田队针对吴小晶有什么企图，他会开着门吗？老韩呐，听是看你不吭不哈，这关键时刻你可以给我起了大作用了啊！我呀，就是看不得我们田队白受冤枉。好，把这个电脑资料给我复制一份。好，跟我来。给力了。案件的经过是这样的吗？老韩，你给他看看。你看看，你仔细看看。既然田鹏同志原谅了你，我们就不再深究了。但是今后此类事件，希望在你身上不会再发生。啊，田鹏，过去了，你能这么快的说实话，我就已经很感谢了。真的很对不起。我知道，你心里有很多难言之隐，你不说我也明白。等你想说的时候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，只要我有空。我都会接待你。我相信他肯定会再来找你。人生有很多的无奈啊，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在任何人的身上都可能发生。我希望她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女人。爸，你就这么放过她了？应该追究她诬陷罪。你傻儿子，爸爸哪有那么多时间陷到这种破事儿里啊？嗯，你给你。你给你妈好好的就行了。我工作去了。夜莺，我这个人从不当面批评家属，但今天我要说你几句。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20年的男人，
你却不理解到了。当然了，作为一个警察的妻子，也确实是不容易。啊，哎，金姐，金姐，金姐，老板在里面吗？不在。在是在，就是他现在有点忙，要不你晚一点再来。他在里面忙什么呢？他在，他电话按第一个键就可以了，我看不到。喂，小青啊，妈，我在上班呢。给我打电话，你是不是身体哪不舒服？别担心，妈挺好。就是，好久不见，想你了。妈，对不起，我最近工作太忙了，一直没有去看你。工作要紧，妈怎么会怪你呢？以后有个时间啊，带着男朋友回来看妈呀。妈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还得上班。的花呀，哎，这是给你姐的啊。怎么最近老有人给明明姐送花呢？哎呀，你就不要羡慕了，这是给你的礼物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玉明姐过几天才生日呢，这么早就送花了？玉明生日啊？你不知道呀？今儿几号啊？21了。哎呀，你看我忙呢，把玉明生日都给忘了，还好你提醒我。怎么报答我？报答呀，我想想，简单，你看刘志成不是在站这儿吗？哎，以身相许了，看，谁要以身相许啊？来了，这鲜花送给你，谢谢。鲜花配美人吗？哎，真是羡煞旁人呐。对了，
你生日打算怎么庆祝啊？咱们是吃饭、唱歌还是看电影？当然是大家一起过了。逸轩，到时候你把田堆和郑琼叫上。你呢，刘志成，你可一定要来，不然小美会生气的。好，放心，我一定到。晶姐。哎，王警官，来啦！哟，美女，又是你啊！哎，王警官，这位是……哦，这位是我女朋友月明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上次有点误会，请原谅啊。哎。浪费下车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田队，我知道你很恨我，你曾经救过我的命，我决定将仇报。你是受人摆布，不怪你。吴小晶，我们每个人走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。如果前面的路走不通，如果是死胡同，尽早回头就是了。但我自己现在走不出来，你帮帮我。你怕这次又是陷阱？我发誓，我发誓这次。不用发誓。你认为我会怕吗？清者自清。我相信刘放也不会无聊到用同一种方式、同一种招数来对付。说吧，让我怎么帮你？我跟刘放原本挺好的，他还说要跟我结婚呢，可没想到半路杀出何亚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他实
各种下流的手段去迷惑刘芳，让刘芳对我越来越冷淡。感情的事，外人能帮上什么呀？不，这个是你帮得了，也只有你能帮得了我。何亚老公被杀的案子不是还没有破吗？我敢肯定，何亚为了贪图她老公的财产，一定会去买凶杀人。你只要24小时盯着她，肯定会有所发现的。而且这么一来，她就没有时间再去跟流放鬼混了。我闹了，你把我们刑警当什么了？任你差遣的虾兵蟹将，维持你廉价感情的工具。我不是这么想的，但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刘芳身上，如果她现在不要我了，我就一无所有。田顿，你要相信我，那个女人肯定是杀人凶手，你去把她抓起来，你去把她抓起来。进来。哟，什么风把我们的五州特警都吹过来了啊？坐吧。坐。昨天晚上这个臭婆娘玩得太开心，连这个都忘记拿走了。坐。有何贵干呢？你跟何雅闹得差不多了吧，也该适可而止了。哼，奇怪，我跟何雅闹到什么情况，跟你田队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别告诉我你也喜欢他的身材哟。你能不能把你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给我收起来？你看像什么样。我跟你说，吴小晶是个好女孩，你别辜负人家。好女孩，好女孩，人家还告你非礼她，现在反而你出头帮她一把，哦，真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呢。那是受你摆布的，怪她吗？哼，你说小青她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对的，而我呢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，做什么都是错的，对吧？我今天是以朋友的身份。哎，打住！朋友，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气。你看你现在，一身都是人民警察的神圣正气，而我呢，只不过是下三滥的流氓。朋友两个字太重了，我承担不起。我知道你对当年的事情耿耿于怀，中学的时候我俩就是铁哥们儿，一起翻过墙逃过课，有钱一起花，没钱一起啃馒头，一根冰棍两个人吃。你力气大，我每回受欺负都是你站出来帮我，
我还给你起了个外号，叫大放。你说我亲手把你送进监狱，我心里好受。但是，刘芳啊，社会是要讲秩序的，是要讲道，要讲理，要讲法的。不管是谁，谁失去了良知，谁就要受到道德的谴责；谁触犯了法律，谁就要受到法律的惩治。扯淡！你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再讲大道理啊？我书读的少，听不懂啊。我只是记得当年我坐牢的时候，那种痛苦几乎把我搞疯了。慢慢算吧，我想谈谈吴小静。我知道你对她还是有感情的，否则你也没必要投入这么多的心思把她放在你身边。办案你行，但是说到感情，我比你更行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从来就没有喜欢上小青，从来就没有。我用尽千方百计，我要跟你结婚。所以你说钱是不是很有魔力？钱是不是万能的？为了跟我赌一口气，你把人家的青春给赌上了。